最近你跟 Alan 在一起过后，看你脸上明明散发爱情的光芒，哎，到底他对你做了什么东西，让你整天笑到见牙不见眼？没有，虽然他没有对我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，可是我的任何的一个小动作，他就已经会知道我到底想要是什么了嘞。那天呢、啊，我同事 farewell 的时候，我的鼻子就有一点点敏感哦，他就跟我换了位置，感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哎。一二三，耶！还有啊，有一次的时候 lift 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楼梯有很多灰尘，然后他就准备了滴数给我哎。谢谢你，因为这边可能是灰尘太多了。还有野餐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哎 ，guys， 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友可以一起去 picnic， 你们谁要去？好 ，OK 哦，可以哦 ，OK 啊，一人十块啊。啊，要咩？野餐那边很多蚊子的咧。哎，走啦，大家一起去嘛。到时候我的选票填，蚊子肯定叮我，不会叮你了。这是他会释放一个超声波，赶走全蚊子，这样他们会来找你哦。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一直被蚊子叮哎？因为我一直看着你哦。是啦，我还做了 survey。OK， 这个是 Summit N 的双萤负离子空气净化器。你不要看它小小个，它会释放5000万的负离子，它还可以净化你周围的空气，增加你空气中的维生素。我看你鼻子一直敏感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很适合你哦。而且你可以又轻又可以带出去哦。很适当哦。爱情不要急。慢慢的喜欢跟了解开始，哎，很好嘞，终于找到双向奔赴的爱情啊，不再是你单方面付出啊。因为以前的时候，我也是有在怀疑他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，因为他的这一些举动都是以前我的 ex 没有对我做过的哦，而且只有 Alan 才是对我这样好不了哎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个小小的空气净化器就收买你的芳心了啦。我不是那种物质的女生，但是她的这一些小动作真的是对我很有用。然后现在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她都会帮我充电30分钟，然后还会早上提醒我一定要带着她出门，因为她讲说有带着她就好像有 Alan 在我身边保护着我这样。哎，真的不错嘞！最近我看你鼻子也是没有什么敏感啊，对吗？哎，这个怎么买的、啊？我想叫男朋友买给我嘞。OK， 我给你看啊，他就是在这一个 base 这一边下单的喽。然后现在还有买二送一，还有送一个 mini spray， 而且他们现在 package 啊很值得哎，你去他们的 base 看看一下。OK， 等一下我要发给男朋友，叫男朋友。OK， 那我塞给你。遇见对的人，即使跟闺蜜谈起，都是满脸笑容。愿你也可以找到带给你笑容的那个他。